中国传统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实践中积累和丰富起来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国之瑰宝。 中国传统武术，无论在保卫国家、健身强体、祛病延年中，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武术也称国术、功夫或武技，按其内容可分为拳术、器械、对练、集体表演和竞技攻防五大类。 按其运动形式可分为套路和散打两大类，其本质核心是具有技击性，其文化内涵是以人体内在精神气质为基础，注重阴阳平衡、天人感应、身心合一。同时，由于长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熏陶，还凝聚着中国传统哲学。 美学、文化、艺术之精神，中国传统武术用12个字全面概括，即传承清楚、体用兼备、礼法事权。 进了第11届柏林奥运会赛场，从此中国武术走向世界。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族人民从事习武练功和强身健体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世界各国的武术社团。 及武术爱好者也相继来到中国学习和交流。
盛世。为了发扬中华民族习武健身的优良传统，继承各流派的不同风格，促进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发展，帮助广大武术爱好者解决在习武练功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我们特邀请武术名家传人孙志军、齐谋业、潘志远等大师进行讲解和表演，并现场拍摄录制本套系列教学片，供大家学习参考。八卦掌是中国古代遗产，它不仅有健身的作用，而且能够锻炼顽强勇敢的性格和攻防搏击的技能。在19世纪咸丰年间，由董海川于北京一带传授八卦掌，即八卦连环掌。这种拳术的特点是以掌法为主，基本动作为走、穿、拧、翻、扳、扣、劈、进，是气功与武术相结合的内家拳种之一。1882年，董海川去世以后，由他的两位最著名的弟子尹福和程廷华在北京一带传授八卦掌。因为尹福对此拳术有所修改，所以分为尹程两大派别。尹派的掌法发力比较明显，人称冷掌，掌形是四指并拢，拇指内含，又称牛舌掌。程派八卦掌的武技风格是发力完整，以内催外，以根催梢，内外合一，身法带动四肢。因为从外形上看和游龙相似，所以定名为游身八卦连环掌，简称游身八卦掌或八卦掌。掌形是虎口成圆，掌心内含，又称龙爪掌。八卦掌以掌法为主，步法为根，身法为本，无极为静，有极有形则动。掌分两仪，就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如上下、左右、前后、进退、起落等等。走圈为盘，上中下三盘为三才，前后左右为四象，五行即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相生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为五行之术。进招为生，破招为克。在练习时，意、气、力三者合一为内三合，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为外三合。其星即头、肩、肘、手、胯、膝、足。八卦掌的练法是按八卦的八个方向和八个符号的特点，如头顶肩合前三连，气沉丹田坎中满，舌顶上额艮腹脘，两肩紧立震养鱼，抱膝眼当续下断，
食腹空胸离中虚，左旋右转坤六段，直肘相对对上缺。八卦掌有八个拇掌，八个拇掌又生二十四式六十四掌。总之，八卦掌特点在于多变，变则无穷无尽。下面由程廷华之子程有信、程有生门人弟子第四代大师孙志军先生主讲程氏八卦掌。八卦宴是八卦门中的一种主要器械之一，可分为四十八件、六十四个动作。这一剑术套路的练法，主要是以形变为主，招数清楚，结构严密，动作优美，实战性强。剑的尺寸较大，重量也比一般剑重得多。因此在练习时难度较大。八卦剑的特点是人随剑走，剑随人宣，剑停步不停，步停意不断，意断神连。在练习时身法为游身之术，步发一起落进退白扣步为主，五行六合，气力合一，以腰带剑，以肩推剑，身剑调和一致，劲力饱满，起伏转折，上下翻飞，幻势如同龙闹海，行进如同雾中龙。主要剑法有刺、穿、扫、撩、踢、崩、云、挂。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